边是镇南宫啊，朝堂将军呢，这个砖呢很特殊呢，你看到这个砖呢很特殊呢，跟一般盖房子的这种砖不一样啊。这个烧砖是南明永郑成功时期，明郑时期，郑经时期，陈永华智义参军，陈永华引进来的那种烧砖的技术呢。啊，这那一银像啊，一银像，原来一银像。啊，原来一银像。河通八角龙的店，在宜兰的后街中山路，中山路是后街啊，金银巷啊，金箔处处会叫金银巷，宜兰巷跟第一银行有关系，盐水分行有关系、啊，像那种灯笼创作。早上来看啊，这里还有灯笼啊，下午来看就没有了。那个古寺庙的右脊了，只剩下拜庆了。哦，老旧照片呢、啊？哦，修德禅师，修德禅师，原名圣和堂，圣心无因为恶业为动机，和平为处世之本。拜天，后面啊还有很多，还大殿佛堂、佛像哦，禅房。现在只剩下拜天，现存的建筑物位置就是这个画红色虚线。原来南边路还是啊。那旁边是镇南宫呢，周仓将军庙啊，老旧照片了、啊，那戴那个尖帽的嘛、哦、以前法师要戴尖帽的，道峰内海盐水月经港，盐水月经港早年位于道峰内海的北侧嘞，道峰港、道峰内海的北侧，那既有盐分的水域而得名。其港口机能起于17到18世纪间呢，因为既有河海港双重特色，成为通往府城交通必经之地。自古即有一府二路三艋舺四月经之称号。18到19世纪中为全盛时期。那是清朝时代，昔日港口周边商业云集，船只载运五谷、糖、染布、颜料等货品入港，从事商业贸易。后来巴掌溪在北边，吉水溪在南边，多次泛滥，改道峰内海逐渐淤积而陆化。
叶金港慢慢的淤积成蜿蜒的河道，形状是蜿蜒状，而有叶金港之美称。19世纪后期，叶金港的港口贸易逐渐走下坡，而民乱、内乱、水患和瘟疫等，也影响了社会秩序及商业发展。20世纪初，日治时期用的铁路，兴建私家宅院，有点点点，谢谢啦，好啦，不用啦，谢谢啊，谢谢谢谢。新建的私家宅院与园林，沿着新公寓与地方教育，除了清廉时期设有回避书院，日治时期，地方名人雅士更创立叶金银社。日治时期创立叶金银社，吟唱着盐水风华岁月的变迁，并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浪漫传奇故事。走在这些历经日治时期世界改正及光复后现代造街工程改造后车水马龙的大街上，除了可参观八角楼及老戏院等古迹建筑，又可转往清朝时期所遗留下的叶金正富港遗址及宫二及宫一清水公园，还有正富港宫二及宫一清水公园码头，在那个大众庙庙埕的西边，宁静而朴实的桥南老街巷弄，这些风貌都保存了一些盐水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轨迹，值得您细细追索与体验。到丰内海，你看到丰内海四大港口，北边到南边，盐水港，然后铁线桥、毛港尾、麻豆港。烂头港是在铁线桥的西边，烂就是土，因为靠到丰内海嘛，土质是松软、湿软的，所以叫做烂。烂就是土质松、湿软、松软。湿啊，潮湿的湿，湿软。烂头港头就是比较濒临海的，濒临到丰内海，就是比铁线桥港还要更前方的嘛。烂头港本来要靠近的下营乡，但是因为积水区常泛滥，建造堤防要很多钱，下营乡不敢接收。后来还是由盐水镇来管了，所以烂头港还是算盐水镇最南边的。那中营的毛港尾，然后麻豆，你看，到丰内海四大港，然后南边的才是台江内海，五城、鹿耳门的那边的才是台江内海。老照片，你看。那种车子的，古代的车子的，古叶金桥，那不会是在大众庙西边了？大众庙西边，富壁宫旧庙，富壁宫古代是这样。你看这古代的有楼房就很不简单的呢，古代有楼房就算很富有很繁荣的地方呢。1924民国10年祭坡亭与石人，祭坡亭就现在大众庙那边有那叶金港的码头呢，现在2018年了。
107年哦，那是民国10年，那现在107年哦，90年前了，你看，没有107扣掉10，97年前，97年前快100年了哈，再3年讲，再3年就100年了，你看。相差那么久了，那什么明初的武庙哦，那古早时代的武庙，民国初年的武庙哎，嗯，以前呢，你哇，头发留长长的，嗯，还大众庙地坡亭，大众庙。济坡亭，你看，有看到了港口，看到了河道，你看，看到庙了，大众庙济坡亭。哦，你看，2006年推动越津港风华再现计划。啊，修得拜天城广场，广场的位置。玉云像啊，玉云像是东西的啊，玉云像是东西方向啊，连城像才是南北方向，王爷像，然后到妈祖庙后壁宫，经过八角楼，然后附近的越津文史工作室、越津故事馆啊，盐水区公所，啊，然后西边大众庙济坡亭，清朝叫济坡亭。新金桥，古代的金桥，还是这个盐水桥？按那大牌，盐水按那糖厂，按那大牌。嗯，西边是按那，那永城戏院比较东边的，早期那是米仓呢，后来日治时期末年二次大战哦。被美军轰炸呢，后来变成那个戏院，你看，观景桥对吧？景观桥，景观桥不是观景桥，哦。然后在这个应该是信义桥啊，哦，过东边还有呢，越津港的那个，哦，越津港那个灯节啊，哦，增加到，有南永科技大学南边那个水秀里的桥那边呢。水月桥是在那个慈德禅寺还是日月禅寺？慈德禅寺那边的。哦，你看就可以登记的时候欣赏那个的艺术品了。盐水越津港风华再现计划说明。哦，河岸自行车道、散步道。水月桥哈，旁边就修的禅寺，还小公园呢，就在那个新立桥的西边那边，桥那里小公园，永城戏院呢哈，公一啊，公园一啊，那是哪里啊？公园二。啊，公园二是靠近南榕科技大学的吗？还是大众庙西边？哎，看不清楚。公一、公二，清水公园。啊，公二可能是靠近大众庙那边的吧，公一才是那个清水公园那边的吧。八角楼，你看，哦，大众庙济坡亭，按那大排水，按那散步道，呵呵，哦，好多老旧照片了。哦，那边的庙是镇南宫，多昌将军的庙。